아
说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件哈。那在埃及的这个官场的事件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，所以跨海来台湾呢，来争取他们的诉求。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非常遗憾的政府有点执法过当哈，那让把他们送到这个移民署去啊，把他们送到三峡的收容所，那同时呢裁定呢这个所谓的强制出境，那对于他们八位呢立即呢在3:45的飞机就要把他们强制出境。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的跟这个署长那边呢也一直在协商，所以呢就是后来就是让他们能够表达他们诉求。那当然呢我想对这些的官场工人我们予以给予最大的同情跟支持。那我想这条路是很漫长的，那我们国内的这些朋友们也会继续支持你们。好，那在法律上的路径，我想大家一起来努力。好，谢谢。超人全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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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人全场。没关系，要登记，要登记了，谢谢，麻烦借过一下啊。等一下，麻烦你跟他讲嘛。我登记了，麻烦你讲，我们要让他解释状况。